大家好，欢迎嚟到力奇转珠。咁啊，好耐冇见啦，大家。咁我去埋旅行啦。咁啊，啱啱世界杯又完咗，咁啊，大家可以终于可以正常地过生活，唔使再挨夜啦。咁就呢条片咧就唔会话去做啲咩嘅，打啲乜嘢嘅，只不过系公布翻我之前我个 YouTube channel 突破咗1000个 subscriber， 咁咧就有一个 giveaway， 即系个派礼物。送禮勤的活動的，那我就最後尾呢就會公布了那個人在我的 YouTube 那條片那裡留個名的，那那個名呢我就講一次，就是叫做浩然葉，那我就不知道有沒有讀錯啦，那就是 HOYINYIP 的，那那個comment 我就會放在最後呢條片的最後的，咁你就可以 confirm 翻嘅。咁有咩方法可以拎到份有咩方法可以 confirm 到嗰人係你呢？咁其實你首先你就去我個 Facebook page 啦，即係力奇轉珠個 Facebook page 啦。嗱，如果你揾唔到咧，我啲舊嘅片咧 caption 下邊係有我 Facebook 嘅 Facebook page 嘅 link， 或者你喺 Facebook search 力奇轉珠就會揾到噶啦。而家都應該會揾到噶啦，因為都500零人。like 咗，咁而家其實你都 search 到嘅，唔會話 search 唔到嘅。咁啊，係啦，咁啊嗰個人就臨尾就睇翻條片嘅最後啦，咁有張相嘅。咁我就交代翻我而家最近做緊咩啦。咁我最近就打緊呢個海嘅農騎機咧，咁啊其實刷緊野星宣傳嘅。咁其實咧個掉落率就唔係太高，咁你平均我打咧就平均就5场跌。兩隻度，咁其實中間嗰只類似水、類似馬嗰只樣嗰只咧，又好似仙子啲嘢咧，咁其實跌多啲嘅，咁同埋佢打得比較大力啦，咁啊大家小心啲啦，咁係啦，咁其實係得咁多嘅啫，冇其他嘢 update 噶啦，咁下一條片就係肯定係新降臨嗰度見噶啦，咁大家就期待一下啦，咁因為我都係呢排就係冇乜點樣拍片嘅，比較懶，因為玩砌緊高達。系啦，咁其实你话想睇佢个高达咩样咧？其实我个 Facebook page 咧系摆咗喺度，所以我所有最近嘅近况咧都摆咗 Facebook page 嗰度，所以咧 Facebook page 系好贴近我呢排我搞紧乜嘢嘅，系啦。咁啊，最后嗰个得奖者又喺最后啦，咁呢边就系咁多啦。